志穿云战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时事观察集结号现场直播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梁建峰，咁啊，开始我哋呢个礼拜二嘅时事观察集结号啦。咁啊，已经到咗月尾吓，第四个星期，咁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、我哋吓好受欢迎嘅阿余锦光先生，我哋湾区著名嘅财经政论家。Larry 你好，早晨。早晨，早晨，今日天气非常之好。今日天气非常之好啊，好热啊！我觉得全世界真系要认真吓。那个气候化呢原来是真的。真的热了很多。美国大选的选情呢也热了很多，因为拜登呢就终于抵受不住那些热火，又是党内的热火烧到他就很不情愿底下就退选了。现在就是副总统何锦丽就接了上来，声称已经拿到足够的党代表的支持，但这个还要走正常的程序，现在看来又没什么挑战者站出来，都是他会做啦。这场的选战还有几个月会是怎样走下去呢？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怎样会影响到美中关系呢？今天Larry 呢就选了个题目，就说中美是不是已经到了要摊牌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会觉得现在已经要考虑到是不是摊牌的时候呢？ Larry 拜登呢，第一讲讲拜登哥哥先吧。咁老人家嚇，咁我都好佩服佢最後理智嘅決定嚇。咁我哋美國人咧就，如果多謝美國嚇，嗰娛樂性好豐富，係嘛啊？你五花八門嚇，所有嘅嘢嗱，過去一年啊，為咗選舉咧，拜登咧，民主黨啊出盡辦法係咪？要搞死嗱，我川普Trump 啊，做好多衰嘢啊 ，OK， 但系最輕微咧，算係俾佢情婦嘅暗口費嚇，佢呢個女人唔係佢逼嚇，同佢發生關係噶嚇，佢指呢個女人係已經公開賣噶啦嚇。咁啊，有個好買家咁樣，咁但係佢見到佢突然間去選總統係咪？佢刮得筆嘅啫嘛，係嘛？咁啊，個律師揞口費，咁啊出數啊出錯咗，即係呢啲我覺得好輕微嚇。即係你如果日理萬機嘅人咧，點會理嗰個下低啲人同你做嘢喺邊度出數啊？係咪？左右袋都係袋啫嘛，但係。我哋竟然咧，民主黨咧利用嗰個法律工具啊，嗰個暗口費可以變咗34条重罪啊！嚇，我犀唔犀利啊？不過好彩咧，就阿川普咧係玩呢啲嘅能手啊，即係佢一早注意咗做總統咧，注意咗話最緊要咧控制咩啊？我點都唔死得，如果我控制咗大法官。我在这里分享给海外所有华人的朋友，特别是读书读得多的那些，我们呢慢慢发展了对西方的崇拜呢变成一种信仰的宗教，口噏噏咁人权、自由、法治。特朗普就解释给你听，你千祈不要自己都呃埋，他做到总统第一件事就是他制度里面呢最重要那9个大法官，我起碼有5、6个，是不是？今次救了川普是那5、6个大法官，不是，川普都没得选的了，是不是？跟着他的特赦又怎样？我们不要讲法律程序，我 在美国这么久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给法律律师钱的，你怎值1000元一个钟啊，大佬，是不是？半字过纸，现在有 AI 程序，连那些 legal 什么Messenger 啊，揾例嗰啲人咧都唔值錢啦，係嘛？OK， 法律只係自圓其説一樣，唔係科學啊！千祈唔好啊，將法律同牛津定律啊，有個律字啊，一搞埋一齊啊！啊，對唔住啦，我得罪咗好多人啊，文科、理科都得罪咗啦，對唔住啊！
咁樣咧，但係川普咧就做咗俾你聽咯。咁咧，佢發生我哋個好戲劇化，讓子彈飛係嘛？好似嗰個 FBI 嗰個特勤部長resign 係嘛？嗰、那個特勤局係啦，係啊，特勤局係 Secret Service 嘅。啊，對面屋有一個人攞支槍上去爬喺屋頂係嘛？隔咗廿分鐘都打唔死佢。跟住咧，早幾日一里路咧攞把刀嘅，佢哋打死佢。呢啲咁嘅 double standard 咧，我哋美國而家有一樣嘢個問題啊！我哋真係好好嘢，同埋咧對人類貢獻好大，就話咗人類嘅生活同埋普世價值可以去到邊個程度？但係咧，我哋喺宣傳嗰度咧，我哋深知道咧，我哋講嘅嘢係假嘅，係呃你嘅。OK， 而家逼到埋嚟咧，我哋全部抌曬佢。但系咧，好在有個中國俾美國呃咗，中國入邊啊，相信嘅普世價值啊，美國普世價值咧嘅人咧，肯定多過美國。中國入邊即係自由民主啊，噏咗咧就個國家會好噶啦啊！我起碼相信有兩億人啊，咁仲有兩億人學緊英文啊。有一億人想移民，係咪啊？啊，咁即係呢啲係好易，即係點啊？冇錯噶，我哋中國人最中意咧享受生活，向好處去，啱唔啱啊？啊啊，咁我哋成功咗，係嘛？我舊時做嘢嗰時搭飛機，見唔到黑頭髮嘅喺前邊，而家前邊係幾多黑頭髮，個個嚇、都中意做嗱、中國人好少飛頭等嘅。頭等係笨嘅，非商業啊，business class 啊，即係既有個享受又平，係咪嚇？即係中國人嘅嗰個價值觀係咁樣嘅嚇、我哋華人啊 ，OK， 咁但係咧，華人嘅中產階級咪越嚟越多啊嘛？而家我今日講個好啦，講咗少少，美國咧呢、這個鬧劇咧嚇，何錦麗咧又廖化作先鋒啊，對唔住啊，我唔係睇唔起個女人嚇。我哋俾咗四年佢啦，我都噏唔出佢有乜主張，做過乜嘢，係嘛？呢、這個副總統係最好嘅，風花雪月嚇、有嘢就食，係嘛？有事就唔做，即係唔係佢冇機會喎？有四年喎、大佬。Joseph， 你記唔記得佢做過乜嘢？拜登咧就都叫做俾個少啲嘢去做嘅，啊咁啊最顯著嘅梗係就去個美墨邊境啦，處理下我啲嚇、即係偷渡客嘅問題。咁啊亦都出席過幾次嘅嚇呢啲國際嘅場合，但係每一次都冇好評翻嚟嘅。咁啊，何錦麗咧，咁啊，最初做聯邦參議員嘅時候咧，都大家唔係好關注到做啲咩，但係做咗副總統之後咧，的確嚇即係會有一個總體嘅感覺，就係覺得佢好似唔係好識嘢咁樣喎。我覺得即係好奇怪嘅嚇，佢嗰時做檢察官噶嘛。OK， 嗱，我又唔係得罪嚇。在美國咧，叻嘅律師咧就唔會做 DOC 嘅 ，OK？ 咁啊，即係運得喺公司律師運得唔好咧，就走去從政啊。咁啊，聽話嘅咧就好似做 DOC 嘅。有一樣嘢咧，何錦麗咧係聽話啊。金主咧，我估民主黨今次嘅放心咧，就唔想去即係對贏到總統咧，我諗佢哋冇乜。抵的，但是如果何錦麗出來呢，可能夠到參議院，即是不用輸了啊。即是美國政治 是 要懂的，不要亂說自由民主啊。我們自己都知道，我們那些加州和紐約那些票啊，垃圾來的，從來沒有人理的。你不要自己騙自己啊，照下鏡啊，你喜歡 有影響力的就搬去中部啊， Ohio 啊。Michigan 嗰啲 ，OK 係幾個中部州嘅，中部州咧就係白人最多嘅，但係就用白人嘅意思嚇點樣定嘅 ？OK 關我哋鬼事咩？嚇我哋係交税嘅啫。OK 嗱講完啦，但係我點講個攤牌時代咧？阿拜登做咗一樣嘢，我哋今日美國好好，樓價升，人工加，
啊，但是 Costco 那些物价油价啊，咁我哋啲本来可以买车30,000嘅价嘅，而家仲要挨60,000，系咪先？吓，你阿 Trump 上嚟，你唔使加啊，啲车唔会平噶。OK， 啊，即系嗰啲正常嘢。咁啊，但系咧就而家最近有一个危机啊，大家都好清楚啦。原来我哋啲高科技公司咧冇咗世界一半嘅市场，即系嗰啲嘢唔卖得俾大陆嘅。我最赚钱就系高科技啊！而家搞 AI 讲咗咁多嘢咧，系咪先吓 ？AI 喂，阿黄仁勋嗰个 chips 啊，真系华人真光啊！佢卖一粒啊，一粒系50,000。嗰啲公司要唔喺 AI 脱节咧，起码咧要买30,000粒啊！一间公司阴公咪大鱼，你唔好 nothing is free， 但系你买咗咁多建设噶嘛？嗱，而家我哋美國咧就好似起樓花咁樣，起咗嗰個樓，第時有冇人入嚟住？本來諗又入嚟住咧，係大陸佬啊嘛，大佬佢有錢啊嘛。咁我哋嘅立法而家唔叫大陸，我哋住客唔歡迎大陸佬。你聽下 Trump 啊，啊搞埋科羅里達嗰啲，第時我哋華人買樓都唔得噶，知唔知啊？我希望唔係啦，即係但好嗱，件事我叫攤牌時代，你仲有第二個名嘅。叫做荒谬时代，又叫做垃圾时代。人类在过去30年，中美你不要理个意识形态是合作的。中国和美国，中国的所谓科技啊、思想啊、发明啊，但是佢系我哋美国人系而家慢慢形成系咩？系讲系天下无敌啊嘛，做就有少少武力啊嘛，系咪啊？但是呢跟大陸夾埋你就好好好簡單喎，因為講下另外一個國家同大陸合作好好愉快呀。咁點解大陸嘅大家你又唔見嗰句啊，咁大家鬥考狀元係咪？我哋美國發明一樣嘢乜嘢呀？燒咗佢本書。你張十年呢大學嗰時讀書呢啊，你都係狀元啦啊，咁你隔離嗰個妖叻過你嘅。你偷咗佢書包，攞咗佢計算機，燒咗佢本書，係嘛？啊，再唔得你揾幾個人喺廁所打佢。咁啊，點解我哋要做得咁下流咧？咁冇辦法嘅，咁即係有可以做得光鮮啲，我哋唔會啊，係咪？咁我話呢個所謂攤牌時候，點解拜登令到美國弱咗好多？我計條數俾你聽。我哋以前啊，俾利息啊，俾300 B 啫嘛。阿 Trump 啊，承繼咗佢啊，你知唔知利息要俾幾多？每年係最低10,000億，比我哋軍費支出仲要多。嗯。咁大陸，你估傻嘅咩？大陸而家一就喺點咧？嗱，即係我係中文先講下。即係呢啲啊，唔係陰謀，係陽謀啊！日日喺度撩美國軍備競賽。嗯，喂，我哋美國有已經5,000粒啊！喂，你做10,000粒啊笨！大陸話我點解500粒啊？我做咗1,000粒。咁大陸500又去到1,000，係咪威脅力大過我哋5,000去10,000啊？地球只能夠毀滅一次啫。你要證明毀滅50次，你咪嚟做咯，傻仔係咪啊？嚇，好啦，航空母艦呢個世界上有2種航空母艦啊嘛，而家美國都學到啦，一種航空母艦後邊係冇嘢嘅，一種航空母艦咧後邊有成個大陸嘅，咁大陸嗰啲航空母艦出去咧就唔使理後邊嘅係咪啊？嗯，美國啲航空母艦出咗去咧死啦！后面是空框框的嘛。嗯。你明白我说的吗？远洋过来是吗？是的，远洋过来你又要补给，又要天，又要地，又不知道大陆一下前天会不会在那里等着你，是吗？即是你好像夜晚走路那样，心寒胆跳的嘛，是吗？大陆那些舰载机不是一定是在航空母舰飞来的。
喺陸地飛咗嚟打咗個圓圓，你降落個航空母艦，再補翻幾粒導彈又上過去，係咪啊？咁但係你會唔會打咧？唔會打嘅，因為咧佢哋互相毀滅咧，兩邊咧都係喺度漏緊嗰啲硫磺啊！我哋美國最近咧，又好聰明喎，個廢嘅都得嘅，揾個菲律賓啊，菲律賓仲廢過台灣啦，come on，係咪啊？佢真係撩大陸，大陸咪當戲做咯，係咪啊？但係咧吸引咗好多你嘅軍力喎，咁呢啲嘢咧我唔講啦，OK？但係我講話，我哋美國咧只能夠而家最叻嘅咧。我要希望我哋Trump 上嚟咧做嘅，Trump 上嚟可能做翻啲正經嘢啊！我哋唔好再破壞大陸咧，就搞建設一帶一路，佢傻嘅，佢就係同人起橋起路，係咪？但係起完橋起完路，你睇成個東協，今日啊，你去東南亞國家，去埋雲南大陸，喂，同歐洲差唔多喎，大佬。你睇我哋歐洲幾可憐嚇，一講歐洲嚇，咩奧運連冷氣都冇啊！一陣先講嚇，咁即係歐洲嘅以前係一個廢墟，打完啊，你要去到歐洲，唔好成日話歐洲靚啊！我解釋咧，我喺歐洲70%嘅嘢見到都係打爛咗，重起噶你咩橋啊嚇，嗰時臭河一條唔好話得罪啊！你睇佢哋今日法國啊，而家仲喺度愁啊，佢嗰啲咩馬拉松啊、撐艇啊，嗰條河啊，法國河啊嘛，攣啦，哦，垃圾噶，嗱，我哋依个时间休息阵间先啦，吓嘛，我哋唞一唞，好分零钟翻翻嚟啊，继续睇下呢个中美摊牌嘅问题。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时事观察集结号现场直播，好啦，我哋翻翻嚟时事观察集结号嘅下半段吓，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余锦光先生嘅，讲嘅题目就话中美摊牌，咁啊讲咗好多大环境啊，当前嘅情况啦，咁样，我哋成日都讲有一个词嘅，就叫做斗而不破吓，咁啊美国都讲嘅吓，拜登都讲啊，我哋要竞争嘅时候竞争，但我哋有合作嘅时候，我哋又会合作，咁似乎都系从呢个所谓斗而不破嘅，咁摊牌就系。撕破臉啦，可以咁講啦嚇。點解啊？你覺得我哋而家已經到咗或者接近到要咁樣攤牌嘅時候咧嚇？根據過去幾年嘅發展，OK，有一樣嘢咧就講講下，可能係中國好運或者習近平精明嚇，OK。習近平上嚟嗰時咧，係咪一架航空母艦都冇？应该有一架系咪啊？辽宁舰买咗翻辽嚟宁，啦，仲喺船铺嘛？OK，咁我哋都破船一只啫，又冇乜都冇噶喎。我讲系呢个12年咧系好奇怪。如果你打个头埋翻12年前，我同 Joseph 讲，喂，12年之后会唔会有3只？3隻都用得嘅，打得嘅嗱，最近山東艦啊喺日本海對面啊玩演習啊嘛嗱，唔係我講啊，日本仔講嘅。喂，一個禮拜佢 check 咗喎，山東艦艦，你估下 Joseph 啊，嗰啲戰鬥機起飛幾多次？呢个你讲啦，我都冇个谱，100次多唔多啊？嗯，好即系 respectful 吓。嗱，日本仔话唔系喎，一个礼拜380次起飞喎，起降，高强度咁啊，日夜都起降，即系话俾你听嗱，日本哥哥呢啲叫先叫做航空母舰，咁真系喺佢隔篱嘅啫，系嘛？咁美国就拉埋晒嗰啲细国家仔，咩29个国家，咩海又大演习系同时进行噶。咁你救下人啊，佢唔系啊，佢即系佢讲系
打 ，OK？ 咁另外咧，另外你而家太空上高你嚇，我夜晚喺加州好嘅，夠個天夠黑，我睇到噶嚇，有呢啲飛船啊、人造衛星喺度過，咁啊，咁啊，梗係太空穿梭啊，係嘛？太空站係嘛？我哋美國有兩個過唔落唔翻嚟。呢個都係嚇。兩個太空人都係幾淒涼，我見到都要故作鎮定咁樣嚇，仲要笑俾大家睇啊！真係。咁喺隔離咧，咁啊天宮啊六個太空中國太空員咧就咁啊喺上高打邊爐喎，即係嗰個比嗰個 contrast 好大係咪？嗯。我大膽講句，點解 Tom 喺度啊？中國大陸可能到咗一個階段。就唔回避美國啦。嗯，我大膽講下，你會睇到最近咧，佢哋嗰啲飛機咧越嚟越近台灣。當我哋下次咧美國再賣軍備俾台灣咧，大陸可能就立法 ，OK， 我奉命搜索你隻船，我沒收你的軍火，唔係打。我這個攤牌咧就係佢唔再咧迴避你啦。唔再话坚决反对啦，吓，去执行一啲嘢，咁啊等你咧个波，我哋美国已经讲翻 ，the ball is on your court， 个球就喺呢个球场，你想点打，你开火定唔开火，系咪？嗱，咁啊苏花我见到咧，嗰个行动咧，上次山东南喺度咧，咁我哋美国嗰只航母舰又好识，再嗱我话咗下。航母舰咪有个半径嘅，如果我嘅半径搭咗你嘅半径，我嗰个750搭住你，你个750，大家距离500吓，500海里打噶啦，唔系讲笑嘅，系嘛？啊，即系我咁啊，摊牌时同咧，美国嘅唔知点解吓，讲就。天下無敵，但係呢12年咧，我哋喪失咗好多空間啊！我哋嘅喺日本所有嘅軍事基地已經唔安全，我哋撤退到關島，而家都話唔安全。OK， 而大陸嘅北斗，即係我自己講咩？以軍事力量同埋國家力量綜合實力。咁可能上次啊咁啊，王毅同埋边个咩虎啊？喺阿拉斯加咧，杨洁篪系啦，杨洁篪啊，讲个嘢原来真嘅，即系喂，你冇料到就唔好大我啦，我哋咁高咁大嘅啫，系咪啊？即系嗰次佢讲咗啊嘛，咁啊隔咗2年，我哋一个觉得系先系时候咯。所以我自己話，中美咧已經到咗一個新互動關係啦。因為我哋美國咧要出嘅招出曬噶啦。你話趕你出 SWIFT， 咁誒趕咗俄羅斯啦。咁大陸話：哦，不外如是，係嘛？黔驢技窮嘅啫嘛。嗱，你再激嬲我，掹你一腳㗎。哦，掹咗咯喎，係咪咁啊？因为我哋美国要现实啲，我哋而家攞唔到啊！我哋讲嘅嘢，我有激光武器，我哋有电磁弹射，攞出嚟听啊！咁最衰，上个礼拜又唔好彩，福建舰表演电磁弹射，原来系真嘅，佢识弹嘅，唔系核动力嘅，常规动力航母嗱，呢啲我唔系话大陆好嘢，我要等到佢做咗，我先讲话。喂，大佬，人類未做過嘅喎，係嘛？我哋美國都仲未做過嘅喎。但係有一個問題咧，我真係最近咧亦都睇到有一個嘅訪問咧嚇，有一個講法就係話美國要打敗中國就唔好同佢鬥軍力嚇，因為鬥呢啲嘢咧都好難同中國鬥嘅，但係可以鬥一樣嘢咧，就係讓中國經濟崩潰。只要中國經濟唔掂，
内乱分裂啊，咁啊就中国唔会系再系我哋嘅威胁啦。咁而好多人都担心中国嘅经济诶翻唔翻得翻嚟咧？你知中国人比较现实啦，就系、是、要最紧要个饭碗。你话中国人嘅搞到佢嘅饭碗唔掂咧，咁啊中国自己都唔掂啦。咁样你觉得系点样样咧？我觉得呢个好聪明啊！就嗱玩咧就应该咁玩嘅。玩軍力呢，現在大陸一定要忍啊，美國，因為我們美國人很威的嘛，即是那些人民啊，我們很，即是搞不定我們拿支槍，是吧？啊，我們不用拳擊的，我們用，我們槍法的嘛，是吧？啊，咁但玩經濟那樣東西呢，咁就，即是我們有個結構性問題咯，我們玩金融玩得好，我哋玩實物生產力唔得。嗱，而家見我哋見今次嗰個經濟問題啦嚇，咁我都留意觀察啦嚇。咁我話究竟有幾嚴重咧嚇？咁幾嚴重嘅喎？你講嗰啲嚇，我哋嘅樓真係冧咗喎。嗱，股市冧係好小事，因為好少人買股票嘅。嚇。咁啊，但係股市咧個 smart money 咧，我哋嗰啲美嗱，因為我係呢行嘅，嚇嗰啲 smart money 嗰啲話迴避大陸啊，咩通曬水咧，咪做低大陸啊。咁啊做到香港跌到14000係嘛？跟住啊做唔低啦。咁而家咧，我見到啲一年咧，我哋美國嘅淨講美國嚇嗰啲退休基金啊 ，smart money 啊。就冚唪唥買大陸股，你唔好話佢哋悲觀喎，佢一啲都唔悲觀。OK， 咁大陸點解咁樣咯？講咗好簡單啦，講到天咁高，大嘅經濟體有4-5% 增長嘅，我哋美國都冇啊。呢個禮拜啊，嗱宣布啦，第二季係嘛，有2% 偷笑啦，係嘛 ？OK。咁但係我哋美國個 GDP 突然間長大咗咁多，我哋因為 GDP 用美金計噶嘛，咁啊通脹漲咗嗰啲啊，突然間好似同大陸拉遠咗，咪好咯？等大陸話嗱，有排都追你唔到啊，你放心啊，係咪？咁千祈美國唔好信啊，信咗安樂死噶啦，係嘛？我同你講，我哋好大問題啊 ，OK？你唔好話啲咁嘅嘢，而家我哋高科技公司啊喺度裁員緊 ，OK？ 因為我哋唔見咗一半市場啊嘛，我做立法啊嘛，所以我話喺中啊，但係大陸呢個冧咧係自己 self impose 嘅少少。你嗱有輸呢個世界上有兩個人你要好怕佢嘅，一個就係習近平，一個就係特朗普。佢講咗實做嘅，無論幾戇居都好。習近平真係話留住不炒喎。咁而家嗱，我哋嗰個你提呢個問題，我提醒香港嚇同大陸啲人嚇，今次嘅樓價跌咗係調翻另外一個角度嚟講係好事。大陸一路搞唔掂咧，貧富懸殊啊，有樓嗰啲人係好有錢噶嘛，好多瞓咗喺度收租唔做嘢噶嘛，係咪？而家真係跌咗啦，但係跌咧，因為大陸嘅有問題咧。大陸嘅咧，嗰個 down payment 好高係咪？買大陸樓啊，30-40% 啊，唔係好似香港10-20%，美國0% 啊，唔係咁噶。所以你而家大陸跌咗20-30%，係好事嚟嘅。嗱，而家如果係大陸朋友聽呢個電台嚇，我鼓勵你啊，趁機啦，唔好啊，唔係好耐嘅啫。嗱，大陸琴日減息啊，金融弱國帶頭減息，我聽都未聽過啊！你睇下歐洲個個都係等緊美國，真係嘥氣，係咪？佢減息啦，佢做嘅佢嘢，佢同美國唔聽美國講噶，佢自己嚟講。香港再説講多個事，香港把握機會 ，OK？ 買唔到樓嘅買一上買樓，再回頭也不是啊！今天。啊！佢个经济喺转型紧，但系佢真系实际转到嘛？我读啲 number 俾你听。两间公司你识嘅，比亚迪同埋华为。
嗱，華為比美國打得好緊要啊！2017年，華為嘅純利潤475億啊人民幣啊，2018年593，2020年去到646，2021年最過癮啦，1137億。嗰年比亞迪啊，都係得42億咋純利潤。跟住2022年，拜登係咪出法例禁曬華為所有嘅嘢？啊，跌到幾多啊？由1137億華為跌到356，嗯，比亞迪由30升到166。2023年雷蒙多事件。喺雷蒙多时出过麒麟机系嘛？啊，May 60，华为弹翻到870億。嗯，比亚迪佢先去到历史上新高300億。嗱，呢两间公司就比较旧嘅高科技公司同新嘅产品，但系比亚迪你就算讲佢几平都好，佢赚嗰啲车钱。是千千咁计噶嘛？佢唔系以前我哋卖恤衫啊，做苹果手机赚10蚊鸡啊，三包飞，大佬啊！我喺富士康做我都跳楼啦，系嘛？卖部10000蚊攞10蚊啊！你真系虐待我哋中国人啊！我哋俾人虐待都做，但系嗰啲日子过咗啦。啊！你今次去翻東莞，你如果翻中國舊經濟得益者，咿牙鬼殺咁嘈係正常嘅。大陸如果仲係靠賣恤衫賣鞋，嗯 ，sorry 啦，係咪啊？啊！大陸嗰啲經濟已經上咗世界級噶啦。OK， 咁世界。你點鬧啊？點唔中意大陸咩共產黨啊？俾人洗腦咗嗰啲人啊？聽我講啦，你唔好講嗰啲咁嘢啊！意識形態咧，我唔識嘅，我唔知乜嘢民主好誒、資本主義好，你哋嘅國家嘅民生好唔好啊嘛？我未見過全人類咁鬼多人有車揸、有屋住、有飯食、打邊爐100蚊人民幣埋單都 OK。你又試下嚟喺美國啊，50蚊埋單啦，一家人打邊爐，一個人都唔得，一個人啊，都唔得，差唔多，都唔得，係咪啊？即係你唔好話我人工高啊，咁嘅嘢，你實際生活啊嘛，出嚟食餐飯都要諗下嘅，咁點解好多人係咪？咁即係唔好自己呃自己話我哋啊，好掂，我哋好虛啊。如果美國真係好虛，所以特朗普有一樣啱噶，我做翻啲實驗。嗱，特朗普婆婆，如果有聽呢個節目，聽我講一句，你上任，如果上到任嘅，做嘅就要咬牙切齒，讓美金貶值，同大陸安好，人類更繁榮嚇，咁、啊、我哋可以征服外星球，係咪啊？全人類高興。但是你繼續打，繼續的。嗱，我話你唔，我唔會話美國滅亡嘅。我哋美國啊，多500年都仲喺度，大陸多500年都喺度，係咪啊？不過我哋呢啲好日子啊，喺我哋美國啲幾十年過咗咯，係嘛？咁啊，美金貶值，我哋翻中國就嚇啲錢冇咁好使喎。嗱，又講啱啦，我哋華人啊，趁把握啲個黃金機會。我哋人為整美金咁高，大陸而家又踎低，我今次翻大陸都睇噶啦，點都攞翻間屋或者點樣，係咪先？係啊，蝕曬都係10萬蚊美金嚇、啊，但係一中啊，喂，第時養老靠佢大佬，係咪啊？而家好在就係啲一線城市全部都放開限購啊，你中意喺邊度買就喺邊度買啊！梗係啦。即係係嘛？全大陸點解又改咗？三中全會又講過三中全會啊！唔好即係好急啊！要今日好多嘢講。三中全會咧，好似冇咩特別，但有幾樣嘢好特別嘅。第一，全國户籍放鬆。嗯。
大家如果懂得大陆的知，要知道乜嘢叫做户籍，户籍好紧要噶，吓、啊，你嘅教育、医疗、打工、你有你未未识啲朋友北漂啊，佢攞到北京户籍啊，个人出嚟行啊，都高两寸啊。你認識的朋友就知道，你一定要知道戶籍對中國多少，戶籍限制了中國的人流動，但是說限制怎樣都今天的中國人的流動都很大的 OK、你在廣州 州很多黑龍江省的人啊，誰啊都有的 OK。 那你不要說那個，即 要知道中國大陸呢今次戶籍呢個改革很大。第二樣嘢，養老嗱呢樣嘢咧，大家幫個手啊！翻去見到中國大媽，喂你唔好反抗啊，係嘛？50歲退休，你幾靚啊？你照下鏡，我點解啲中國啲大媽50歲退休，卜卜脆嘅喎，個個都好靚嘅喎，即係即係營養好、健康好嘛？以前唔係㗎，以前中國人婦女平均壽命46歲。毛泽东呃佢50歲退休，有退休金，未到50歲死咗噶啦。而家中国啲人最高嗰啲人唔死得噶，起码都80歲啦。我阿妈都80幾啦，仲生咯，日日打电话嚟闹我，系咪啊？咁好犀利噶，中气又好，系嘛？你唔好低估啊！中国咁嘅医疗支出，人民。去到70幾80歲，好過美國喎。我哋美國使嘅醫療係20倍。哎呀，咁嗱，講最後講講下，奧運啊，衰下嗱，巴黎奧運就嚟開始啦，大家要睇睇啊。嗱，再講話攤牌時代唔使擔心啊，我哋美國一定咧到喺台灣調轉嚟做㗎，一定去鼓吹佢獨立，去引中國喐手，中國幾大都唔好喐手。啊！立法禁軍貨得噶啦，係嘛？啊！日日嗰啲民航機咧，中國戰機就伴飛啊，保證台灣安全，唔使打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啊！咁啊，將來我死前啊，做翻條橋啊、隧道啊，去台灣高鐵，我搭高鐵去台灣。嗰、那個奧運，奧運咧，即係法國奧運咧嚇夠噶啦，1分鐘。嗱，我講奧運宣布咗嚟奧運咧。你自己要食乜嘢咧？自己搞掂，我哋冇乜肉嘅。冇人咧，我哋環保冇冷氣嘅。嚇、啊！你嚟嚟嚟咩？啊！咁我哋嗰、那個你揾到嘅金牌咧，冇金嘅。嚇、啊！銅嚟嘅啫，鎀金嘅，唔同中國嗰時嚇、啊。OK， 你如果游水餐廳咧，你帶同咩省啊？咩綠省啊？嚇、啊！因为我哋嗰个塞纳河咧，大肠杆菌咧超标嘅。咁你唔中意咧，嚟到巴黎咧，你唔好太失望吓。我哋周街有特别嘅味道，大麻鱼料啊。OK。咁啊，奥运会咧，你哋如果即系中意床上活动，你小心吓。我哋啲纸板床嚟嘅，吓唔系实质床嚟嘅。因为奥运会咧，好多唔同国家嘅运动员咧，应该系另类接触嘅吓。啊咁啊，就嗰啲個接觸小心啲。但係呢、這個巴黎奧運會你就26號開始啦嚇。嗱，睇睇啊，睇估估啊，我哋冇乜開幕禮嘅，我哋有無人機嘅大陸嚟嘅，我有無人車嘅大陸嚟嘅，電視轉播嗰啲儀器大陸嚟嘅新技術，嗰啲發光嗰啲球我哋巴黎設計嘅，大陸製造嘅嚇。咁、即係證明咧，西方國家咧同大陸。結合咧係好好嘅，好 ，OK， 好，咁啊，所以今日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啦嚇，咁啊，我就發覺咧，阿 Larry 喺呢度咁樣講嘅時間唔夠啊，我哋盡快安排一場嘅實體活動好唔好啊 ，Larry？ 我哋現場咁樣嚇，咁可以2-3個鐘頭咁一路咁樣傾，一路講，同我哋聽眾朋友互動一下。盡快抽個時間出嚟，我哋安排一個咁嘅活動啊，咁啊可以真係暢所欲言啊！好多謝曬 Larry 啊，亦都多謝大家嘅收聽同埋收睇，我哋下個禮拜嘅時事觀察集結號再見啦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以上節目發表嘅言論純屬個人觀點，並不代表星島中文電台嘅立場。